咱学佛啊，爱依教奉行，因果一定爱相信啊。咱昨毋是记一个例嘛？美丽为女人的时代，释迦生在天堂，过去两个是好朋友啊，同参受刑。但是后来啊，一个成为天人，一个呢来人间成为妇女啊。天人啊，感觉到这妇女呢已经呢忘失了过去啦，所以是好朋友，伊呢就要来度化伊。咱昨敢若听一第一故事啊，咱就会当知影。有几个小故事包含伫内底呢？伊这位朋友，迄、那个囝原来是过去是伊的老爸啊。老爸死了后，过来互伊做囝生咯，伫这个家庭里。但是，敢若过一世尔，互相无熟悉啦。迄位呢，伫咧拍鼓，迄个少年人，伊过去是一只牛啊，牛死啦，来投胎啦，牛肉人吃去啦，牛皮呢，人摕去制作，变成了一粒鼓啊。几年后啊，这囡仔大汉啊，去学拍鼓啊！原来呢，拍鼓的这张皮，这个鼓皮啊，就是啊，这个囡仔的真心，一只牛，搁有看到一个查某人抱着迄个囝，真疼真惜伊啊！就是这个囝呢。这么小的孩子真歹哦，规身躯直直动啊，老母都抱不掉，老母搁甲抱较严一点，甲老母揪头毛啊，规个面安尼甲伊绕，甲面拢是空啊。这呢是过去啊，大母细姨互相嫉妒，互相伤害呀。所以呢，世姨公生啊，要死的以前啊，就是一个狠心，我若过来，绝对呢要来报复。所以呢，死了后投胎。就伫大母的心里看看，老母规个身躯拢是伤，拢是这个囝。想看咱现在的人呢，敢无有安尼的人？所以啊，过世啦，的形态都拢袂记啦。其实刚出世呢，的形啊。事物嘛会袂记得起啊，咱过去细汉会过停，迄只是少年的时阵，甲老来呢已经失忆啦，连家己至亲的人有时阵都袂认得啊。何况这个故事的内底，这位天人呢，甲这个查某人讲了后，伊就讲，我过几天后会过来看你。经过到几天后，天人化成了一位呢，穿衫褴褛啊。在迄个人群中，伊家叫，那、啊、这个查某人就讲：“你是虾米人？我都唔捌你。”哦，我都几天前啊，才伫你的面前，甲你约好啦，几天后我会过来。安尼，你都袂认得咯？伊讲几工前，你所穿的呢是遐尼正端庄，遐尼正耀丽啊，遐尼正风光啊。今仔日呢，你穿安尼，遐尼正褴褛啊，我明仔会认得呢。
所以呀、共一世人的人事物啊，你都会去互伊袂记哩几工钱尔定，人你都袂认得咯。何况讲过世，无共的形啊。所以啊，咱昨也讲过了，适当众生的吧，咱应该对一切一切啊，万物啊，咱拢爱视为己亲。男者为父，女者为母啊，年龄差不多的是兄弟姊妹啊。幼小呢，拢是咱的囝，安尼阁无够，爱视为一体的想法。所以呢，那会当人人疼爱众生如己属，如咱家己啦，这叫做同体大悲呀。所谓一切的生物。无不都是咱过去，不管伫倒一道啦，哪怕是伫畜生道啦，同款也是何为父母，何为子女，所以咱必定呢，众生甲咱拢是有因缘过啊，咱应该呢爱好好学佛。奉教依法，爱信因缘果报的观念哦。来，一段阿文哦，阿弥讲啊，存生立世皆行依报，不复相识，如今行害啊，实当。其弱相助之心啊，咱的生死啊，那不管是生立，或者是死出啦，立都是立生落来哦，咱生落来世间，或者是呢离开世间，真呢。拢改一个形，啊、哦，老人往生啦、啊，过来生的时呢，那就是红孩啊咯，少年咯，那这种呢，出生入死，这拢总是改形啦、啊，改生都换形啊，改一世人。都换无同款的形，无一定呢，拢是人形啦，无定着，对啊，畜生道理。